海妹在昨天8月30号和粉丝一起欢庆她的21岁生日，她穿上一袭性感低胸洋装，也找来乐团开唱，让粉丝们是大饱眼福之外，还大饱耳福。不过，鸡排妹怎么好像你的裙底风光也外露啦？小编提醒你，再怎么开心也还是要顾一下裙底啦。她在7月再度和男友温静和分手，这回生日愿望还特别许愿，希望可以找到真正对她好的男人。小编我就祝你愿望成真喽！优酷全娱乐生日快乐，台北报道。